大家好，我是大春。今天这大海退的潮是真低呀、啊，原先这边直接露不出滩来，现在全露出来了。今天的收获绝对不少。这个水坑里有个只海星，好，我们下去，抓紧抢货。现在还没有人来。这边的石头旁边一般没有什么货，有货的地方都在那一边了。第一天有大风，第二天一般就落这么大潮，这都是海边人的经验。这是个鸡屎螺，和那个猫眼螺不一样，挺大的，收下它。发现一个大宝贝，一只大成王，半露着，它头应该是朝沙滩底下了，这是屁股，大家能看出来吗？哎呀，你看这个屁股上泥啊，还往回缩了，把它拽出来。你看它的头是呈格格状的，它和壁虎的尾巴有相似点，就是这个鸡屎螺，就是在它受到惊吓的时候，它会把那个头部断掉，这也是它的一个自保能力吧。今天鸡屎螺挺多的，你看这俩，你放大看一下，哎呀，这大肉片儿，哎呀，这个算了，这太小了。我们过来了，这是另一个石头坝。你看这海螺，这边适合海螺生存啊。刚才那个地方没有那个蛤蜊，像这种蛤蜊没有，所以不适合海螺生存。这里海螺的食物比较多，这是它的寄居地。这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手弄的水很凉，我还不敢戴手套，一戴手套吧，弄的水更凉了。你挺会藏啊，我差点没看见你，差点走过去把你踩死，黑你的。收下收下，像这种地方一定要看仔细了，说不定就漏掉了，手电再亮点就好了，就不用这样费事了。我这现在弯着腰走，看水里，水里有吗？这像，哎，这个是，这是，看了没？哎呀，真凉啊！怎么样，我的眼厉害吧？搁水里我都能看见。仔细找找看有没有，不能漏掉任何一个角落。哎，我的手抓紧揣兜里吧，手都红了，有点疼，麻木了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你以为躲在水里我看不见你了？还有吗？站一个，哎呀，刺水的，这是为了把水排空，然后把肉缩回去。哎呀，真凉啊！站一个，照这样，我感觉今天晚上能抓个几十斤啊，就是太冷了。哎，你看在吃蛤蜊，看没？得仔细找找。这一个派大星，海绵宝宝搁家等着你呢。海螺，站一个。这一个地方海鲜挺多呀，走，带你找海绵宝宝去。吃海星的话得注意，它有的地方不能吃。这个海螺大啊，哎，你看这肉，这是我今天为止捡到最大的一个了。一般到冬天，大海螺都退到深海去了，白高兴一场，我以为是个大海螺呢，哎，欺骗了我。你看这一个隐藏多好，吸的一个蛤蜊皮，哎，这还一个，哎，这个地方就有点费眼睛，这一个那个纹嘎，黄口大纹嘎，再去前面找找。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，现在已经应该是有三点了吧。这海螺周围一群小虾，哎，海螺壳，又一个海螺壳。这一个不是海螺壳吧？活的，是个活的。现在得有个十多斤了，我提着桶越来越重了。正好再捡一会儿回去了，正赶上早上吃早饭。
这还有个海螺，看没，藏着角落里。我们开始回家吧，往回走吧。潮水涨上来，那皮皮虾也跟着上来了，夹住它。哎，还没夹上，哎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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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哎，夹住了，就抓了一只皮皮虾，一只小海螺，握沙呢，还没握进去。好，开始回家吧，就这样吧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赶海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。我是大春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